谢阿妈兄弟大你穷本阿西比对你最为穷卡斯东你最为真情吗切记真理诺有呀阿瓦嘎本阿桑塔罗蒙古为因那切真比米切亚琼里阿弥勒斯阿拉姆隆多本尼姆隆根琼拉阿拉Yeah.
chum chơ chơ la cha a si de lo pa ta ke la ti rong lo ya pa na ma sha la sha la lam du ro ta na da la chư sim ton de ye pa na ma sha la sha la lam du ro ta na da la chư sim ton de ye Gartil penso tier gara vandala Tartan yeme de tier tier lengi linye Gartil penso tier gara vandala Tartan yeme de tier tier lengi linye Gartil penso tier gara vandala Tartan yeme de tier tier lengi linye Hanzo sare, rung tung pull haso ton sare. Now la tonka kupu, la jalu, rala la tikapu, yon kurcho. Ang tung punita, hanzo sare, rung tung pull haso ton sare. Now la tonka kupu, la jalu, rala la tikapu, yon kurcho.谢谢各位带来精彩的演唱，谢谢他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本届跨年歌会的音乐总监蛋蛋老师。我们有请蛋蛋老师。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李鹏。哎，新年好，蛋蛋老师。新年好，李鹏。在这样的一个跨年歌会的舞台，首先向你道一声辛苦了哈，这么多作品，经过你的努力哈，你看展现给我们的观众，辛苦了。没有。哎，有什么样的话跟大家说？首先在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扎西德勒。那当然我也有我的小小愿望。哎，首先呢，我作为一个音乐人，当然也是希望我们藏族音乐越来越好，嗯，百花齐放，有一天呢能够走到世界的舞台上。是的，
没错，说得太好了哈。你看过去的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0周年，即将到来的2022年，我们将喜迎中国共产党20大的胜利召开。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辞旧迎新之际，蛋蛋老师作为一位音乐人，也向我们表达了他的态度，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那光说不练嘴巴，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现场，有没有一些神秘的礼物要送给各位呢？蛋蛋老师，当然有了。那下面有请我的小伙伴们上台。还有小伙伴，来欢迎几位。扎西德勒，欢母新年好。大新年好，主持人新年好。老三，扎西德勒，这两位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蛋蛋老师。旺母就不用介绍了，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对，那那边的那个小伙伴来，他叫齐美，他是非常优秀的扎念琴手。最那边的那个帅哥呢，他是阿山，弦子手。弦子手，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小伙伴们。好，掌声有请。真的是太精彩了，时代在变，我们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至真至深的家国情怀根植于精神的沃土，精神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繁盛之基，这正是这些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怀。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好歌继续，我们共同欣赏歌曲《欢聚一堂》，请欣赏。
So 要一动也比马蹄马蹄
但是对于矛盾的我来说不能再次犹豫 We gon' pop, pop 让所有人都看到把所有愿望兑现我没有在开玩笑 I'm like, hey 那个传奇在二十多岁
个绿的他把个公链用嘿嘿卡哇吉拉卡哒哒卡哒哐哇哐哇嘞把卡不觉你扎起就哭了这卡不冲动谁谁是把卡不低度的本家是把他的地拉用用绝对不是强加的零四零草地真人雷马的零四零成就大眼不动的零四零成就没用总高的零四零曾经中不胜把的零四零啊这是中个推广让你零四零玛雅大开加工让你零四零切不能没拉不能没勇敢 look so big 啊零零铁零零啊零零热大十六年冬年季落了我做所说了托下冬真正蒙不许月经的谢马给把的爹干能比打入我做了来住兄妹比小娃用月好好的共打阿米不了原地月呢改定成了大部门小娃能比普送错年个狼狈者的我去抵挡能用没在冬年里马多年等的些呢普送党把他接念一点吧人人人罗马人2022康巴卫视香巴拉音乐将持续为热爱藏族音乐的追梦人保驾护航与专业音乐人藏族新生代歌手合作全面开展从歌曲 MV 的策划音频录制拍摄到播出推广融媒体交互的全流程产业模式我们期待更多有梦的人来到这里这也是不能把我在十六年冬年年老康被念出空格上班里若用金门特的别人的干部月比我们了让这些年别人三些了把了嘛懂切了就若木啊他们用过公司把他娘这些三种租月比逐步逐步从嘛你能学吧感谢了天籁之音藏族音乐传播矩阵打造藏族音乐精品的同时输出主旋律价值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涉藏地区优秀的藏族原生态音乐文化出海出圈我们相信瑰丽的民族文化能够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绽放崭新的青春激情前门娘他是修巴的俺们就是科学年末的年年这把年米两个的送给年末的这不能的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听歌一首老歌一种老味儿让我们找到了昔日的那个自己接下来让我们欣赏德哥大庸左庆丹真带来的歌曲缘分有请他们
当我莫错，真怕嘛真拉也拉错，真怕嘛真拉热里头，热嘛拉一行里头。真怕嘛真拉心拉错，真怕嘛真拉错哩撒，错也错我不当哩撒。家人们，刚才的歌听得怎么样啊？让我听到你们的欢呼声好吗？呼呼 ，OK。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九九欢乐购时间，这款产品这次我带来的非常的哇塞，它不仅能够提神醒脑，还能够强身健体，甚至它可以返老还童。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本公司新推出的产品——飘飘香高原纯净空气，哇，至尊享受，顶级待遇。我们不生产空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OK， 话不多说，倒计时三秒，我们开始上链接。三、二、一，上链接。买它！呼呼，快去买吧，家人们！冲啊，家人们！上呀，上呀！小心去叠圈。OK， 哎，最后只剩三件了。三件，点件，一件 ，OK， 通道关闭，销售结束，这次真的没货了。家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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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一大波福利马上向你来临。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现在你们在网络上特别喜欢的小妹妹，她比我会唱歌，她比我帅，
又漂亮又聪明，她就是我们的扎根错，大家掌声热烈欢迎。来，扎根错向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打声招呼呢。大家好，我是扎根错。哦，来，现在让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飘飘香钢源纯净空气。OK。怕给分个灯那天那手阿姨叫小李送提人那手叫小李将这个天那手上周中你女就提人那手。太棒了吧，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用了我们飘飘香高原纯净空气。 OK 兄弟们，我们今天商品不仅买一赠一，我们今天听歌赠舞，我们接着奏乐，接着舞。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It's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Yeah. Oh no, 응이냠터자리루단더출세이응이됐지촌용 Yeah, 너는아롱출당족비무이스강지난온것당노롱직딘맨비갑장세위잠촌남양잔타밀라똥아밀공딸나이루심케사나이든마주사딱딱나이묵고나지진바늘지지옥동발이든남리 Oh, how could we not say goodbye for me with famous all of it got Everything I was for youI know you're gonna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chance. I'd like to guide your way. Yeah. Oh, every memory as you go. And every road you take. We always need you home. Oh, oh, oh.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It's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ga ta ge to ba na ji gu ta ta ge chan na chan ye zo ta me ge a ge ri gu pa ye ran ro je sho na sam sho a ge ri gu pa ye ran ro je sho na sam sho Side